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好，你现在眼前看到了番茄丝瓜，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来做它。好，那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今天里面放点鸡肉。真的好。油脂先放进来，好，那不用担心，我们在这个油脂爆香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里面拿出来，可以开始烹调。哦，那现在我们是暂时，好，先把它油脂弄出来，我们就把鸡肉先小块一点。哇，那你现在鸡皮的鸡油的部分呢，我们已经够了，然后我们就把鸡皮拿出来，只取油而已嘛，只取油。那这些所谓的鸡皮的，你可以下次炒菜的时候再一样拿去用，没关系。哎，难怪人家减肥都不吃鸡皮，真的，多油，好油，煸出多少啊！好，那我们先把鸡肉的部分放进来。哇，肉香味，肉香味出来了。鸡油煸鸡肉。哇，好，我们现在是把丝瓜，这是油脂对不对？一定要把它放进来。好，切。用丝瓜在炒的过程当中，让它丝瓜把油脂吸进去。吸油，对，吸油啊！是那个刚刚鸡皮煸出来的油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，马上下面里面油是不是都吸出来了？就不吃了。对对，会吸油。快哦，我还想海绵啊。那所以就是把丝瓜切片带在身上，平常出门的时候吸一吸。是是。温度要拉得很高哦，然后再来我们把番茄放进来。温度拉高。直接先来是番茄。哦，你看我从刚到现在，我的火并没有降下来。对，都是快火炒，都是快火。那番茄也需要点油脂，它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在炒得出来。哦，你可以看丝瓜上面已经吃了一些红色的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它这样不会变红丝瓜了。好，重点就来喽。我们今天的实在有一套。哦，我刚刚讲的速度，最快的方法就是热水。热水。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放冷水进去，它等到温度又拉高起来，它已经来不及。对。哦，所以你用速度最快就是用热水，直接把它拿起来。滚烫的热水。对，滚烫的热水。打开，直接往里面这么倒，倒落。哇，好滚哦！哦，这样看起来好诱人哦。然后还没哦，还没。现在就是要稍微煮一下，让什么？让丝瓜的味道出来，让它软，稍微焖一下。你知道我看到那个菜单番茄丝瓜汤，我一点都不期待。说收火。可是我现在看这整个过程，我口水不停的流。我跟你说，你会发现另外一件事情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放盐巴。对，你一点都没调味。对。而且也没有用鸡汤，我只用鸡肉下去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有盐巴就变黑。盐巴会变黑啊？蛇黑。对。那怎么会有味道呢？没有，最后再来讲。那丝瓜蛤蜊，那蛤蜊也是出水出咸的。所以说你在煮丝瓜蛤蜊的时候，你是丝瓜出来像现在味的差不多。对。你再就把蛤蜊放进去。盖起来，只要一开，马上捞起来。对对对，对你要是里面再煮久一点，或者是你不吃的冷呢，你下去再回热再回来，它就变黑。哦，所以盐就会让它变黑。对，这个时候还不要调味。哇，你不要说没有调味，这个有点重，你闻闻看它的味道香不香？哎呦，好重味，好过分！你那个鸡油，香不香？哇，就那个鸡油那个。没事啊。好，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加盐巴了。嗯，哦，就大概加一点比较多。好，一匙啦，一匙多一点。那你赶快来试试它的味道。而且你放进去后，丝瓜就开始泄水。对对，丝瓜就像我们在腌菜一样，它就开始出水，所以一放进去，它的甜度会一直释放出来。哇，哎呀，好想喝啊！哦，你应该，我帮你们试。味道 OK 了，非常好。好，再来。就是把火关小，关小，淋淡，淋淡。哇，哇，番茄，太过分了。很简单哦，那也是一绝。这真的是三原色，一个菜最棒就是黄绿红啊，就都有嘞。黄绿红，蛋是黄的嘛？哦，里面也有鸡肉，所以你该有蛋白质也有。那因为杜小曼不能吃，我们就加一点香菜在上面。耶！加点香菜，对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好。再一点点的白胡椒，增加它的香气。你可以发现哦，到现在丝瓜都还是绿色的，对，漂亮惨了。好，试试看我们今天的番茄丝瓜汤。哦，哇，来试试看，真的是好吃，好香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开动。哦，好甜哦，翻脸，翻脸。哇，它的汤是甜的，对，整个摄影棚都是香味，我不用这样才闻得到，好不好？哦。怎样啊？好吃。它的鸡肉好漂亮哦。
因为它丝瓜是有口感，对，它好软，它皮是脆，里面是软，对。为什么鸡肉可以那么嫩啊？真的吗？鸡腿肉啊，当然嫩喽。不是哦，不是只有鸡腿肉而已。对哦，因为它刚刚好是它最熟最好的状态。对，里面的鸡肉还包在里面，然后咬下去的时候，它的软嫩就是有感受得到。哇，哦，听起来就不舒服。那个汤搭配那个胡椒粉，真是哇，人间美味。我的丝瓜真好吃，听一下嘛，你不太专心，你两个在看那边。我现在有一个错觉，就是为什么好像我们两个鼻头都很油，然后你们好像都不油哦，好贱哦。因为我们的鼻油因为丝瓜而不见，我们要好说什么？是由内啊，哦，整个发展到外面，让整个身体状态调整的不舒服。但是我相信小曼，你看到你应该就会吃，我会，因为很简单，真的不难。我咬牙还是不厌其烦跟你讲，可以的话试试看。很简单哦，今年的夏天就靠它来控油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就谢谢四位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那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吃好健康，让我们教你如何吃出好健康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实在有健康，搬新家喽！哎呦，哇，好可爱，非常漂亮。全新布局，豪华呈现，由潘怀宗、詹姆士、可兰一同为您健康把关，让你健康吃美食，还能让你很健康哦。每周一至周四下午6点、晚上10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